闪现四圣代版本终于要发售了，在购买之前的那个雀桥配色，我觉得它的配色没有这个配色这么好看。首先这个配色的话，它后跟部分是我觉得包括提环的这一块也有做出一个小细节，整体的颜值方面可以说是非常不错了。再加上整双鞋子的一个鞋面支撑性和包裹性相对上一代还是提升了很多，它的鞋这个毛病都已经被改善。只不过这一次的话，购买一定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脚的力量，如果你不太够的话没办法太极调教，在这一双的身上没有那么的软弹，脚感方面没办法给到你一个很澎湃的感受，就比较来的普通。准确来说，如果你的力量越好，可能感觉越明显吧。像 TD 版本的对橡胶底的话肯定是没有那么好的，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支撑抗扭片，基本上就这一块基本上都是弯折链给喜欢在内场打然后有一点的选手，上脚的话它效果确实还算得上不错。最后尺码方面就按照闪现三。